这套暴汗燃脂瘦腰腹训练，只要每天坚持运动，大肚腩水桶腰不见了。一，提膝侧转。休息一下，二，转体跳。休息休息吧。三，屈肘碰左膝。休息十秒钟，四，屈肘碰右膝。休息一下，五，开合跳。休息休息，六，提膝抬左腿。休息一下吧。提膝抬右腿，休息一下，还有最后一个啦，大家坚持住。很好，恭喜大家坚持下来。八个动作为一组，大家每天多做几组。